你跟林莎真的在一起，哦、就节目效果、啊。林莎现在就跟李毅在一起嘛？啊，对对对，跟李毅，对李毅，对啊，他们主持另外一个节目。是最主要是这个绯闻，是因为是很多制作大家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效果很好。那其实呢，最主要是林莎的妈妈很喜欢我。哦，哎、这很重要哎、欸。那为什么没有机会吗？那就是只有他妈妈喜欢我。像我回去就已经承受太大压力，我有一年我就想说拼了。对，我找张维忠老师。一个很强大的后盾，是是是，因为他是命理师，对，一去的话，我又再找了一个女生朋友，包了一个6000块红包给他，我说我们就回去。哦、平常一去开始就问东问西，一去哇，全场压。你说女生朋友是当作是你的假女朋友，对，他们也不会多问，他们就知道我会带女生来，一定是女生的朋友，对啊，对对对，然后还陪我去跟那个长辈敬酒，哦，大家安安静静，而且张维忠老师一去的话，先下马威，让他们。整个都 shut up， 他说哇，你这个直接有一个柱子在这边，这个整个这个房子中间就整个把穿堂煞啊什么刺到中间啊，那你这个家会不好啊，然后又说你这个稍微有人会跟他算命，哇，你这个天狼星化忌，他永远都天狼星化忌吧，没有别的了，没有了，就讲完之后哇，就直接先声夺人，哇。大概都惊死啊！安安静静、啊，那是我吃过最开心的一次年夜饭。都没人恭维，没人恭维，也没有人会来跟你说一些有的没有的闲话。因为有时候听到那些话就觉得很烦。因为我曾经有一年就已经发大火了，就是又是长辈坐过来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怎么还不结婚什么？”我就说：“靠，又来问，真的很烦。”我就说：“我就是因为看你结婚，所以我不想结婚。”嗯，因为他结婚就很不幸福啊，每天跟老婆也是在那边那个啊。是，但我是真的一般来讲要对长辈尊重啊，但我是真的已经被，你就觉得没懂啦，没懂啦。有时候实话实说是最好的解套方法。嗯，你跟林莎真的在一起过？这很久以前的新闻，这不是节目吗？哎，就节目效果。林莎现在就跟李毅在一起嘛？啊，对对对，跟李毅，哎，李毅，对啊，他们主持另外一个节目了，主持节目啦，他没有跟林莎在一起。没有在一起主持节目，那其实最主要是这个绯闻，是因为是很多制作大家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效果很好。那其实呢，最主要是林莎的妈妈很喜欢我。哦，哎、这很重要哎，那为什么没有机会吗？那就是只有她妈妈喜欢我。所以就是这样子的，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啦，就是纯粹节目效果，就好像他那个跟大哥也是节目效果啊。对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下一个，谢谢。有没有留电话？哦，当然有。有没有私底下单独出去约会过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追他？你也没女朋友。因为6000块真的太少了啦，小钟哥、啊。你说包一个红包6000块就要陪你去见家长。哦，那6000块你刚刚讲的、啊。6000块太少吗？6000块太少，6000块红包，然后要去见家长。吃个饭有太少了吧？少吗？他怪坏那个女的没跟我联络。你的包太少了。6000了，对啊。笑声，以后要加一点钱。尴尬。哎呦。